有这样一种学生啊，他们既不是学霸，也不是学渣，老师课上讲的问题他们能听懂，但是又不能全部听懂，作业他们会做，但又不能全部会做，他们不逃课也不捣乱，考试会着急，总想着有所突破，结果总是三分钟热度，坚持不过三天，等成绩下来只能懊恼自己不争气。